有讲过梦想家的其中的这个故事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这个故事里头呢，那个大儿子呢用了长方形做了他的披风，二儿子用了正方形还有三角形做了他的披风，米夏呢最后因为也变成他要去环游世界，所以他的家人也帮他是做了一个六角形的披风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，那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我们想要来知道几何图形的秘密，就是来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，有没有也是有一些几何图形在这里？有。在这张图里头，你看到了什么形状呢？正方形、长方形、长方形、圆形、菱形，形还有圆形、长方形、长方形。好，来，这些几何图形呢，经过排列之后，你觉得它美不美？美。它是有秩序，然后重复的排列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如果我们现在呢，也想要像那个梦想家的裁缝师一样哦，我们用这些几何图形呢，做重复的排列，然后我们要把它创作成一个很棒的艺术作品。我想要让大家来玩玩看我们的积木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等一下呢，我的规则是，我们每一组呢会在这个黑色的画布上面，然后利用那个积木呢，我们来做几何的创作。那我想要的指令是说，我要合作的一起完成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就是一起呀、啊，可以站起来，可以站起来靠近啊，对，可以站起来靠近。好。所以我现在的指令是，我希望你可以就我现在给你的题目，然后小组的人员呢一起做出创作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可以换一下位置，这样子就可以大家比较靠近一点，或者是你换位置都可以。好，来，那我现在给你大概三分钟的时间。Thank you.
呢，如果我重叠在一起呢，它通常都是会一模一样的时候，可以说它是全等的图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是第一组的作品，然后这个是第三。好，那我们来欣赏一下大家的作品，你们会觉得想要给谁评分一下的话，你们会比较喜欢谁的作品？第一组，大家都一致认为第一组最漂亮了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把第一名给第一组咯，来给第一组掌声鼓励。有第二名吗？有。你们先哪一组？第四组吗？一致认为吗？赞成的举手。第四组他们那一组就是这个作品。老师，你把我们切，我把你们的切到了。哦，没有拍完整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来，所以第二名给第四组可以吗？好，赞成，我们也给第四组掌声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。好，刚才我们讲到生活当中有一些全等的图形、几何图形，如果你做重复的排列的时候，也可以变成一种美学，对不对？好像这个爱学尔啊，它也是利用重复的方式呢，做一个数学的艺术。相信以后大家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体验之后呢，我们也可以之后呢，说不定以后我们也可以变成数学艺术家，对不对？数学是在生活当中运用。好，来回过来我们的课本里头喽。来，如果两个图形是全等的，经过这样子的叠合在一起，如果他们两个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全等图形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我现在要来考考大家咯。今天小丸子啊，不小心把美劳课的图片混在一起了，请你们帮他找找看，哪一些图片呢是可以完全叠合在一起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比如说，我觉得我用眼睛一看，我虽然没有操作，可是我用眼睛一看，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两个应该是可以叠合在一起，同意吧？好，那我现在请每一组派出一个同学来，帮我找出一样的，然后做一样的记号。来，自己派出来找我。好，来，第一组，你觉得？好，其他人先在旁边等一下。叶总，你觉得你想要找谁？好，同意吗？同意。好，很好，谢谢第一组。来，第二组，来一位。你有找到全等图形吗？哦，你觉得他们两个是一样？好，很好，同意吧？好，第三组也来找一个，这个三角形跟这个三角形不同意，不同意。那你觉得应该是哪一个？同意啊，应该是同意吧。好，来，所以我现在要说的是，我们呢可以透过叠合的方式，或者是利用视觉的方式，我们来找出一样的图形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请你把你的积木收好给我，然后拿出附件二十一的图卡。那我现在要请你找出跟三角形甲一样的全等图形。来，把你的附件拿出来，请你帮我找出跟那个三角形甲一样的图形是哪些？帮我拿出来吧。来，请你找找看跟三角形甲一模一样的图形，你可以透过找到了，来，放在桌面上操作。你觉得会有几个？这些一二三四七个图形里头，你觉得跟甲可以完全重合的三角形？哦，可以。哎，这个问题很好，哎，不同面可以吗？你只要叠合之后发现他们两个是完全重合的，就是可以。然后就两个，有两个，可以告诉我答案了吗？有谁？丙跟根是不是？好，来，我们来一起看哦。好，来，请你坐好来，请看我的黑板哦。好，刚才有一个同学说丙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丙跟根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呢，先把丙找出来，然后我把它靠近甲一点点，然后我可不可以翻转？可以。哎，刚才瑞俊说，老师我可以背对背吗？所以我把它翻转成跟它一样的90度对90度的甲，然
后我把它靠在一起。哎，你们觉得它有重合吗？有，就是一模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完全叠合的两个图形就叫做全等形。那现在呢，另外一个你们说也是可以重合的叫做根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根本来这个样子，我把它旋转了一下靠近角，然后呢叠合，有没有发现也是一模一样？ Yes。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完全叠合的图形就叫做全等图形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来，所以我现在来做一个归纳，就是我们知道全等图形就是当两个图如果透过移动、旋转甚至翻转完全叠合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称它为全等图形，也就是说它的形状大小都一样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来，那现在如果这一个三角形跟下面的三角形我把它叠合在一起，结果它完全叠合，然后它又是三角形，所以我们可以称作它是对应零点对应面对应。好，两个图形一模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称作它是全等图形。那两个三角形我们也可以把它全部重叠在一起之后，我们可以称作它是全等三角形。好，全等三角形呢，我先大家介绍三个专有的名词给你，就是它相对应之后呢，它会有对应的顶点、对应的边跟对应的角，分别在哪里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三角形，因为它重叠之后完全一模一样，所以我们从全等图形这边学过来，我们可以知道它是三角形，所以我们叫它做全等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好，在全等三角形里头，我们可以知道红色对红色的边，绿色对绿色的边，蓝色对蓝色的边，有没有刚好相同的位置？有。这种边我们就叫做它是对应边。好，来发现有没有蓝点点？有。红点点？有。绿点点？有。一样位置的绿点点、红点点、蓝点点，这个我们叫做它是对应点。好，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我要介绍给你的，就是两条直线形成的角，我们叫做对应角。叫做角，但是这个图形跟这个图形如果是全等图形的时候，这一个角跟这一个角就叫做对应角。好，所以角是两条线形成的这个地方叫做角，角跟点你们会分吗？会。最后，好，好，所以这个钝角它大于九十度吧，所以这个钝角对应这个钝角。那现在呢，我已经介绍给你了对应边、对应角还有对应顶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又回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拿的那个直角三角形，我再重叠一次给你看哦。如果这个三角形呢，我们有把它分成 A、B、C 三个顶点，然后跟另外一个直角三角形，来看一下，我把它做叠合，有一模一样吗？有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个图形叫做全等三角形。好，这个全等三角形呢，我们现在要透过这个全等三角形呢，我们要来玩一个游戏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全等三角形，我刚才也介绍了对应边、对应顶点还有对应角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现在呢，下去的是，好，我现在每个人会随机发这个，然后呢，你不管你拿到什么，我都希望你先仔细的帮我观察一下这两幅图画。好，你找到你自己的边在哪里？等一下拿到，我会随机发，然后等一下拿到卡片的人，我会请他起立，我们来发挥侦探的功能哦。你要帮我找出你这张卡片的边在哪里？很简单哦，好，所有人都是很简单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好，八，七，来，我现在要请拿到卡片的同学请起立。好，
形体力之后呢，我希望你可以发挥侦探的功能，帮我仔细观察一下。你现在手上有卡片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要先讲一下哦。如果我的线是 AB 线，跟 BA 线是不是同一条线？对，是同一条线。好，可是当我要找对应边的时候呢，虽然他们是同一条线，可是呢，你们可能会碰到一个很严格的老师，所以呢，你们要先想清楚对应的是 AB 还是 BA， 可以吗？好，那现在呢，我现在要来找一下音乐。名侦探柯南，没错。好，来，请你现在随意去走动，然后并且观察我的这个三角形。好，去找你的，随意走动，你可以秀出你的边。好，音乐，请走喽，请走，离开你的位置，去找你对应边。好，你可以观察看一下，你觉得你等一下的对应边是谁？好，口香糖。别哪里？再一次，我没有听到口香糖。我要粘对应边的头发，开始。如果你找到了之后，对应边的头发，首先你要先找到你是对应谁。需要再看一次吗？这个三角形需要再看一次吗？来，找到的，请你把你的头发粘起来之后蹲下来，我就知道你完成任务了。来，找到之后蹲下来。我粘的是对应边的头发哦，对应边的头发哦，没有看到有人把头发捡起来。谁完成任务了？帮我蹲下来。好，这边这两个是完成任务的吗？好，谢谢。来，那你们可以到旁边等我一下。好，你们先到旁边等我一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们来解释一下。好，来，请立。来，你拿一下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个人，一个是。AB 线 AB 跟线 AC 有连在一起吗？没有，没有哎、欸。那我们可能再一次好不好？你们知道我说的意思吗？来，我再说一次哦。好，来，你们先回位置，先回位置。可能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规则有点不太清楚。来哦，我们再一次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卡片是你们的指令。来，我现在呢，请你看这个三角形，这一条线是线 AB。当这一个三角形跑过来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线 AB 会对应到谁呢？我们可能再回过头来看一次前面。Yes. 好，像刚才的这一个三角形好了。所谓对应边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对应边的意思就是上面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一个位置，红色线线。当它跟下面的这个三角形重叠的时候，上面的红色线线会不会对应到下面的红色线线？对。好，所以我如果上面的红色线是 AB 线，跟下面的 EG 线是不是刚好是同一个位置？嗯。所以它们就是相对应，这样懂意思了吗？嗯。没有关系，也就是说，我如果这一条线是从这里到这里，那我对应的线线也要从这里到这里，因为我碰到一个很严格的老师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如果我的线线呢是从这里到这里，那我对应下来的楼下的蓝色线线，我知道是这一条啊，对不对？那它应该也是要从这里到这里。这一题有点难，因为我要放在后面才对，但是我相信你们可以达成任务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已经有人说搞懂了哦。来，现在我们再来看一次，还没，我音乐还没开始，我的音乐还没开始，你还不要找到你那集的那个人哦。来，帮我看一下这个三角形，我现在要重合叠合给你看哦。考试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个动画，可是我相信你可以发挥侦探的功能，把它对应起来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咯，请仔细看咯。先看我的白板，来，我现在要叠合给你看。来，我把它放过去之后，你会发现我的 AB 线会叠合谁 ？EF 线，这样懂意思了吗？好，
我音乐开始之后，你要帮我去找到你 match 的那个人哦。如果你没有 match 的对象的话，没关系，你就自己完成任务蹲下来，我就知道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再一次哦，来，请发挥侦探的功能 ，Go。好，音乐。蹲下来哦。找到就蹲下来喽。可以到处走、哦。已经有人找到。好，已经有人找到了。来，你们第一名，等一下我帮小组加分哦，快点，找到就蹲下来。好，你也找到了。好，来，那我要给指令喽，口香糖。头发，好，来，你们有 match 的对象吗？你们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你们现在先回位置上，谢谢。来，我现在要看看哦，因为答对了我要加分，但是我要请同学检核，对不对？来，我要请同学检核一下。来，请问一下，我的线对应边 ，A B 线应该是对谁 ？E F 吗？来，我们来看看 A B 在哪里。好，你们两个起立。好，面向大家，秀出你们的卡片。来 ，A B 线的对应边是谁 ？E F， 请问拿 F 一的是谁？在哪里？谁拿 F 一？来，请问嘉玲到前面来。好，来，你看哦，我是一个严格老师，所以我的 A B 线应该是对应 E F， 所以他们两个有没有答对？有。来，那请问为什么不是 F 一？转过来，所以看他怎样转过来。哦，这样子转过来，它也是 F 一啊。因为我知道它是从上面。哦，你同说的很好哎，因为 AB 的话，如果是我的90度在底下当底下的话，它是从上到下。那 EF 的话也是从上到下，不是从下到上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严格的老师来找这条线的话，我应该是要连接 EF， 对不对？哎，雨桐答对了耶！所以雨桐是第几组？第四组，很好。我现在希望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话来说一下为什么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两个，谢谢你们两个。来，请问一下，我下一题哦。那请问一下，我的 BC 线在哪里？好，请起立。来 ，BC 线出来。来 ，BC 线，你觉得 BC 线的对应边是谁？是 GF， BC 线是 GF 还是 FG 呢？我们 FG 觉得是 GF 的举手。对嘛 ？FG 啊。觉得是 FG 的举手。FG 啊。好，来，我来公布答案。答案是 FG。来，很多人答对，我觉得很棒。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？谁可以告诉我用自己的话简单清楚的说？来，那个陈君。是 BC。因为 BC 怎么样？往 BC 的话是从九十度，是90度往对角那边走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里嘞？不是从90度。这里的 FG。它是从90度这边走到锐角这边，所以 FG 的答案会比 GF 好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所以陈勋讲得很好哦。老师，那他没有伙伴。对啊，所以没有伙伴的人，我刚才说没有伙伴就怎么样，就自己坐下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伙伴应该是谁？没有。有 GF， 拿到 FG 的是谁？是他哦。所以刚才我说要跟着音乐走动的时候，你们都没有走动，请你们拿在胸口走动，这样你们才可以找得到你们妹级的那个人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们都把它藏得太好了。来，下一个 CA， 请立。来，你觉得 CA 线的对应边是谁 ？CA 是 G 一还是 EG？ G 来，觉得是 EG 的举手。觉得是 G 一的举手 ，G 一线。哎，来，我们来，那我看一下你。所以是 CA 线对 G 一线，哎，他们答对了耶，超级厉害的。好，来，谢谢你们两个，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？你们两个要回答吗？为什么？好，雨桐说。因为他这样翻过来，然后呢？翻过来的时候，从下面往上 ，CA 线对齐这里的下面往上 ，GE 线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很好，讲得很清楚。第四组，
哦，已经有平手的状况。好来，我要介绍我们要玩第二次的游戏了。但是我希望呢，刚才的对应边小姐们全部都挤在这里，所以他们都没有清楚的去看到。那现在呢，我想要发下去的是点点哦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还没，现在还没有。来，我现在随机发下给你。拿到的同学请起立，来准备好哦，你要到处走哦，所以你不能只在原地。来，你要秀出你的牌子，不可以把你的牌子藏起来，因为刚才呢，来哦，对，像他们这样放在点点放在头上，非常好。来，我音乐开始的时候，请你找出你的对应点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来，请移动自己的座位。来，请移动自己的座位喽。好，请找到你的对应点喽。好，来，请到前面来。来，我要看他们奇怪的动作。来，口香糖，粘哪里？来，你们站一排，面向大家，到前面来站一排。好，请起立，请起立，到前面来。你们已经找到伙伴了。我只是要你们做出创意的动作而已，来到前面来。好，来，口香糖，粘哪里？我要粘脚底。看他们是否完成任务。来，我看脚底。来，我们现在要来检核一下你们的答案喽。好，来，谢谢你们。来看一下，我们来公布答案喽。来，快过来看一下。来，请问一下对应点。点 A 对应谁？点 A 在哪里？举手，让我看答案。点 A， 来，请问你们觉得答案是谁？点一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他们两个有没有答对？答对了，给他们掌声鼓励。所以你们已经知道意思了，来，谢谢。来，有人要解释为什么吗？可以加分哦，要讲清楚。来，小李试试看。可是如果我考试的时候没有办法转的时候，我怎么样去分辨这个图形里头？我怎么去分辨这个图形里头点 A 就是点 B？ 它两个都在上，两个都在上面。当怎么样的时候？可能要讲完整一点，因为有时候图形它会乱放啊。如果用角度的大小排一二三可以吗？最小的，它是最小的角度。哎，很好哎，我觉得它很棒哦。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转动，它有时候也可能会去陷阱题，它把它翻过来，那就不是上面下面来区分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在这两个三角形里头，刚才瑞俊说点 A 是这一个图形里头最小的角度，点 E 也是这个三角形里头最小的角度，然后它们又是重合的，它们是全等的，所以我可以知道点 A 就是对齐点 E， 对不对？来，瑞俊是第一组，第一组哎，很棒哎，很好，来，所以我们来公布第二题的答案哦。第二题，请问一下，点 B 对应点是谁？来，有答对吗？我们来看他们两个，哎，也答对了耶，给他们掌声鼓励。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？来，用你的话说。哦，他们两个都是刚好都是直角，直角是最容易判断的，所以我知道点 B 就是对齐点 F， 对不对？好，很好哎、欸，所以那个谁，第四组，哎、欸，回答的真的很好，第四，对不起，不要激动。哦，那是我们来，我要来公布下一个答案，来，请问点 C 对齐谁？对应谁？点 G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请回去，感谢你们。就是点 G 没错了，来，我现在要对应角了，我再玩一次对应角，我要来准备下课喽。来，谁还没有玩过的？谁还没有玩到的？来，我给你对应角，没有的举手。还当也还没有玩过，好来，还有谁想玩第二次的？谁想玩第二次的？叶童要吗？我想玩第二次。好，来第二次，来，我准备好喽，请请。拿到卡片的同学请起立。好，来帮我放头上，请你找出这个
三角形的对应角，找到就到前面来咯，找到就到前面来，你看大家，谢谢，外面找到了，哎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点。好，我要出一题很难的题目咯。口香糖角的背后，背后，背后，来，我要粘对应角的背后。哦，好啦，我们来公布答案，来，我们来看答案对不对哦。来，对应角 A 在哪里？举手，角 A， 来抽出来，角 A 对应谁？你们觉得？一，一，答对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清楚？来，再清楚。就是角 A 的角度是最小，然后角 B 是最小。角 A 的角度是这个三角形里头最小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它的对应图形角 E 也是最小的，所以我可以找到说它的对应角就是角 A 对角 B， 对吗？好，谢谢你，第一组掌声鼓励。好，来，请你们继续写。来，我们来看第二个。角 B 对的对应角是谁？哎，角 B 在哪里？好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到中间来，到中间来。来，你们可以告诉我角 B 的对应角。F 角 F 吗？好，我们来看是不是角 F。答对了，来看一下你们的，妹子对的吗？对耶，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？我请，我请，好来，海晨来告诉我。因为都是直角，三角形里头，角 B 是直角九十度，角 F 也是，所以我可以知道对应角，角 B 对应角 F， 对不对？好，好，第二组对吗？好，谢谢你们两个。来，我要公布下一个答案。来，请问角 C 在哪里？来，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图卡。角 C 对应角是谁？角 G。角 G， 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？好，来，起立。因为角度都一样啊，我又没有量角器，我怎么知道角度一样？如果你考试的没有量角器，来，你怎么知道？用看的。用看的啊？怎么看？过来看。对。啊，你要讲清楚。是吧？如果是这样的。你要讲清楚，要讲清楚，因为用看的有时候不一定看，对齐看。好，我来，我现在听香怡讲。我边对边，然后边对边一样，直角对直角。我可以把它想象边对边之后，然后找到角 C 这个角，对应出这个角。那。可能你自己可以理清楚了，可是我如果是一个很笨很笨的同学，我还是听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的话，谁可以说？来，你用什么话说？大声一点。哦，两个都是对角，可是角 A 也是对角。因为我这个三角形里头 ，A 跟 C 是对角，我一看也知道啊。那我怎么知道是哪一个？第二大的对角。第二大的对角，起立。超级厉害的，因为讲对角，那我也可以乱对啊，这个对他也可以。这个也是锐角，这也是锐角，对不对？可是锐角很厉害，这个三角形里头有一个直角，两个锐角，第一个尖尖的第一锐角，第二锐角，我的第二锐角对第二锐角，一定对不对？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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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好，来，谢谢锐君，第一组给他掌声鼓励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总合一下今天学的，两个三角形经过适当的摆弄之后，可以顶点对顶点，边对边。在一起，这个三角形就是全等三角形。好，接下来的题目，请你拿出课本完成。啊，不要什么，已经下课了，所以我们下一次。